要沟通。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在是流行小家庭，但小家庭也造成了很多价值观的流失以及管教上的问题，于是社会上又有一种大家提倡是不是要回复到三代同堂的那个时代。三代同堂究竟是好还是问题多呢？三代同堂问题多，我不想和爷爷奶奶住。今天邀请到亲子教育作家黄登汉以及咨商心理师陈茉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三代同堂的好与坏。爷爷奶奶可能九点十点就睡觉了，可能我再晚睡的话就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就觉得很困扰。然后每次像可能做报告也会做到很晚一两点，外婆想上厕所，她就会很静悄悄走到我后面说：“你奶奶被困。”我就说：“你妈给他洗脸。”阿妈好烦，侵犯我的隐私权。阿嬷有时候会来家里面住大概一个多月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烦呐。她就是会去东看看西看看这样，阿嬷都会来翻我房间就是衣服什么的，然后看到我买很多包包，她就会说啊，有那么多手可以背吗？奶奶又来住，全家逃之夭夭。因为我婆婆是出家人嘛，那我都出家人，对对，三天前她就已经预告说她要上台北来。那呢，我当然是马上告知大大小小，妈拜托好不好？那这样子好了，你让我去同学家住几天，他住几，阿妈住几天，我们就住几天。我说为什么这样？那你们丢妈妈一个人吗？那是你婆婆，你自己伺候就好了。我们今天了解的，先从三代同堂最下面底层的第三代的问题来开始。我们先请教大爷，大爷是从小三代同堂，是不是到你大学时代？对，到我大学的时候都是三代同堂。到你家里面是因为家族的关系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会三代的都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家，因为我们家的家里的坪数比较大，所以可以容纳比较多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把外公外婆都接来家里住这样子。好，那你跟外公外婆住，这个记忆里面是乐趣多还是麻烦多？其实我觉得一半一半，一半。那我先讲哪一半？应该讲先讲麻烦的事情好了，好 okay、因为麻烦的事情比较记得。好，那时候因为其实我大，其实在高中之前都不会觉得有太多的麻烦，因为可能生活作息是其实是差不多，都是早睡早起这样子。可是当到上大学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要出去玩，要做报告，可能会到深夜的时段，可是爷爷奶奶可能九点十点就睡觉了。所以有时候的状况就是，因为我可能在高中之前也都是十点就就寝这样子，所以到大学之后，高中以前十点就寝是来自于爸妈的要求还是爷爷奶奶的要求？基本上是因为爷爷奶奶，因为爷爷奶奶就是十点就寝，然后因为可能我再晚睡的话就会打扰到他们这样子，可能我因为可能我的打电脑的声音啊，或是讲电话声音就会打扰到他们，所以我们家就统一规定，可能就会在晚上十点就是。所以已经看到第一个有影响了，从小来因为他们的生活习惯，所以你也是练习早睡的。对，所以我就是从以前皮肤很好，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哎，所以啊，有好处啊。但是你后来开始，你说书开始念得越来越大了之后。你的困扰就开始了。对，就是可能因为上大学不是每一个学生都会十点就就寝，可能上大学可能已经我很怀疑谁十点大学生就就寝的。对啊，怎么可能？然后我都十点睡觉，然后同学打电话说你要睡了，你确定你现在要睡了？我说可是我家人都要睡了，你可以小声一点吗？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困扰。然后我每次像可能做报告也会做到很晚一两点，然后可能就是被外婆起来上厕所，她就是很静悄悄走到我后面说。你哪被困？我就说你被惊死了，就是会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出现在我们家这样子。然后因为我胆子又很小，所以就是我很怕蟑螂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可能也是深夜去睡觉，然后我去上完厕所，结果蟑螂刚好在我们家厕所的门口，然后我就不敢走出去。可是我没有带手机，因为在家里不会随身带手机，所以我也不敢打蟑螂，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要大声的求救还怎么样。然后我就在厕所里面等了一个多小时，等阿嬷醒了。帮我打了那个蟑螂，然后我就说阿妈谢谢，我才去睡觉。所以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就是因为可能你三代同堂，所以你怕蟑螂？不是不是，也不是因为三代同堂，就是因为我本身怕蟑螂，所以如果是可能阿公阿妈没有那么早，从小就是他帮你打蟑螂。对，然后我就可以大声的呼救说阿妈有蟑螂，然后他就会去打蟑螂。一个人怎么会怕蟑螂怕到这种地步？蟑螂可以把你，蟑螂可以把你困在洗手间里面。对，而且还可以困一个多小时，这才奇怪。然后呢，就算了，然后还满身大汗，所以害我可能就是阿嬷打完蟑螂，我还得洗个澡才能去睡觉这样子。所以就是会有很多
诸如此类的困扰。那应该是他的困扰，他还半夜起来帮你打蟑螂。因为他刚好上厕所，所以是顺便。嗯，对，所以我刚好就是因为不能大声呼救，所以害我在厕所里待了一个多小时。好，所以生活作息你开始发觉不能配合。对，还有哪些呢？其实人际关系也有很大的。人际关系有什么？因为其实可能因为十点就要就寝，所以差不多八点多就要到家，然后梳洗完毕，差不多九点半就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这样。比部队还早啊？对，差不多。所以那时候可能大学可能五点下课好了，然后我们可能出去吃个饭，我七点就要赶着走。因为我家住比较远的地方在基隆，所以从台北回到基隆可能又要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必须可能又要提早回家，然后回到家又不能跟大家继续连线干嘛，就是要提早睡觉，然后可能上网可能也只能上半小时，就是跟朋友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交际应酬，就可能大家可能晚上会去唱歌啊，会去看电影，可是我在那个住在一起的时候是完全都没有这些生活。那爷爷奶奶也应该很早就起床咯？很早起床，那你也跟着很早起床吗？没有错，其实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关系，因为我们家有养小狗，而且是养三只小狗，然后我们家有花园，花园外面就是走街道，所以街道可能有很多的老人也在散步这样。可是我家狗看到老人就会一直叫，然后呢，其实我也没有要起床的意思，可是阿公阿妈就可能就六点半起床，然后就是看到狗在叫，狗在外面叫，阿公阿妈在这里叫，就说啊狗小狗不要叫，小狗不要叫，我就说阿妈你好像比小狗还要吵。你等一下，你说。常常困扰真的这么多吗？大姨他们家还会发生什么事？该怎么处理呢？在那时候因为自己考不好，然后问我说考怎么样，然后我就顶嘴，阿妈就说你这样子应吹应急什么不好什么的，然后就会说我妈就是打我。有一次就是在收衣服的时候，不知道看阿妈衣服，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满腹委屈，我就是把阿妈的衣服是踩了几下这样。受不了阿嬷老是害他被打，忍不住踩阿嬷的衣服，他的报复行为会东窗事发吗？就是看到狗在叫，狗在外面叫，阿公阿嬷在这里叫，就说啊狗小狗不要叫，小狗不要叫。我就说阿嬷你好像比小狗还要吵。你等一下，你说狗在叫，你的阿公阿嬷也在叫，所以就变两方都在叫。然后我就想很困扰，想说，所以到底是要叫阿公阿嬷不要吵，还是要叫小狗不要吵？就是会变成，我想说，那我到底是要怎么办？那所以最后就只能早起，然后早起，那如果睡不饱又会心情不好，那就早睡。所以就会连带就有很多的一些诸如此类的事情就会这样。那这个生活习惯，你们家里没有想去改变吗？还是因为是长辈住家里，一切要跟着他走？对，其实因为我是不太就像我发现这些事情，我也不太会直接跟阿公阿嬷说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可能也只会跟爸爸妈妈抱怨。可是爸爸妈妈也觉得，可能老人家也没有剩下没有多少时间，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能配合的就尽量配合这样。所以我从小就被灌输这个观念，所以我也不会去想太多这样。好，大爷先讲到生活习惯，你周围有好几个朋友，他们也是三代同堂的。真的吗？那我们先就生活习惯这一项来交代一下，你们生活习惯的话所造成的困扰，或甚至你不能忍受的，从二号开始。阿公让我觉得真的好困扰。困扰好。对。阿公就是早上九点，不是早上五点就要起来，然后晚上九点就要睡觉。九点睡觉，我就想说，九点这时间我还在打电脑，我想说，我在打电脑，我想说，算了算了，我想说，好，我就不计较。可是重点是半夜的时候啊，他竟然哦，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他半夜他竟然走出来，他竟然在梦游，我想说梦游，然后梦游完之后他竟然。竟然高哼一曲那个唱歌，我想说这是怎样？我在看电视，我想说，哎，看电视，电视不好看，我去看阿公。我想说怎么可以这么好笑？然后阿公大概十分钟完之后就跑进去睡觉，我想说，十一十二点我差不多也该睡觉，我就去房间我要睡觉。我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发觉睡不到五分钟，啊，我阿公就开始，我就想说。怎么这么恐怖啊？想说，哇塞，比猪还要大声。我想说，唉，我说啊，算了，这个我就不跟阿公吵。然后重点是，阿公五点又起来那边又要看电视，又开灯。我想说，我就搞得我一个头两个大。我想说，唉，怎么搞得跟我当兵一样？原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敬老尊贤的年轻人啊。你不会觉得阿公老人家他有些生活习惯的一些情形，从来你不觉得去？不能忍受吗？因为我们就有一天啊，在看电视的时候啊，然
然后阿公就喜欢看那种八点档《家和万事兴》那种。我想说，《家和万事兴》不是每天中午都有重播吗？因为那时候我也想看电视，我想看偶像剧，就完结篇。我想说啊，我今天就刚好可以看偶像剧完结篇。我小时候很高兴。然后我阿公就说，哦，我想看八点档。我想说，我要看完结篇，为什么你要跟我抢八点档？我就那时候就跟阿公吵。然后我舅舅就说，哎，你不要跟阿公吵啊，要敬老，要懂得敬老尊贤。哦，你这时候你懂了。对，那没有，我还没有懂。我那时候就很生气，我想说，为什么今天难得是我的完结篇时间，我就跟阿公说，这里是我家，哎，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然后我那个我舅舅就很生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不尊敬阿公？我就后来我那时候我就不讲话。后来谁看到电视了？后来就阿公看了。当然不是你，对不对？对，当然不是。又是个生活家。十四号你呢？我觉得我跟阿公，就跟阿公阿妈他们在一起相处，就最大问题就是观念上。哎呦，观念了。观念上问题是，夏天其实比较热，然后我们出去就是我会穿无袖的，或是比较 V 领的衣服，然后穿 V 领衣服，阿妈看到就会觉得你袒胸露背的，她说你这样是引诱人犯罪，因为在乡下的穿着，你就是看到街坊邻居他们可能真的没有这样子的选择性的衣服穿，可是在台北它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就是现在衣服就流行嘛，而且就比较胖的人就是穿 V 领会修饰啊，那我选择这样衣服其实也没有去做，也不是说太夸张到像冰洋西施那种就是太过于清凉，它其实就只是一个无袖。所以他的观念是你觉得他落伍吗？是落伍，观念落伍。对，就会觉得说这个部分太价值观来讲的话，就是差距太。还有哪些价值观的冲突你感觉到？帮妈妈坐月子的时候，然后在那时候就自己考不好，然后问我说考怎么样的时候，然后我就顶嘴，然后顶嘴完之后，妈妈又叫我做一些家事什么，然后我就顶嘴，然后阿妈就说，就是你这样子应出应急什么不好什么的，然后你就是妈妈没教你啦，就是妈妈太疼你不打你啦，然后就会说死我妈就是打我，所以就是在一连串很多每次的争吵之后，下场就是我被打，然后妈妈也会觉得对，就是她可能之前就是没有这样打我，所以导致我的行为偏差，懂得顶罪，然后还会跟她反抗，然后所以我这接连串被打很多次之后，有一次就是在收衣服的时候。我去收衣服，然后看到阿嬷衣服，然后我就想说，我真的满腹委屈，就是因为阿嬷一直三番两次在那边敲边。你把衣服丢了。我就是把阿嬷的衣服就是踩了几下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当时就是太气，然后很委屈，就是都是阿嬷啦。如果她不要讲多讲几句的话，平时我跟妈妈只是讲一讲。那阿嬷后来没看衣服上怎么多几个脚印呢？就是被发现，就是隔天。那就把你再打一顿了。没有，隔天，然后隔天妈妈就把我叫去质问说，阿妈的衣服破一个有破这样子，然后我当下打死不承认，我当初怎么可能？一定是你衣服那个洗衣机的关系，就是把洗衣到扯破这样子。妈妈那时候就要求我跟阿妈就是下跪道歉。嗯哼，因为他就觉得说你怎么那么不孝啊？我们就是在教育你啊，那你怎么还可以做这种报复的行为？嗯，那因为小时候就是阿妈带大我，就是带到国幼稚园。所以大爷，你有没有这种他们刚刚讲的，除了生活习惯，还有观念上的？你觉得他们守旧或顽固或保守，有没有这样子的？其实会，但是我不会正面跟阿公阿妈交锋。什么样的例子？就是阿公阿妈可能在这边骂，然后我可能就是我脸会朝这边，然后就这样。不是，然后不然就是会一直翻白眼，然后可能我爸妈就坐在那边，然后就说如果我再翻白眼，就把我眼睛挖出来之类的。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虽然一定会有沟通上一定会有很多问题，可是我觉得就是阿公阿嬷你如果直接顶撞他，可能就是身体又不好，可能会导致高血压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跟爸妈可以来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直接跟阿公阿嬷就是吵架或什么，我真的觉得他们最碎碎念，你觉得什么事情他们觉得他们观念跟不上你们？很多啊，因为像我们开始自己赚钱，然后可能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要买很多的衣服，很大量的衣服，然后要一直常常换这样，他们就觉得我们都不存钱这样子，光存钱这个事情就可以吵很久了。嗯，喝饮料也可以管，一个饮料也才10块，他又说喝饮料可能对肾脏不好，然后去买个麦当劳就说啊假黑北棒赛，我想说。
年轻人就是要吃个麦当劳，你就是那边就是我在这边吃东西，那你在那边说假黑北棒赛，那我想说，那我到底是要吃还是不要吃，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这也是很困扰，但是我也是不会回去跟他们讲说黑假黑北棒赛，那我就只会说跟我妈说，就是然后我妈也可能就会跟我说，那你就不要在他面前吃，这样就是你是可以改变，只是可能是从你自己改变，因为我觉得要改变阿公阿嬷他们的想法。也毕竟六七十年，可能也很难去改变，改变不了。对，我觉得很越老的人越顽固。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因为就是从一些小改变，其实可以减少，我觉得可以减少很多摩擦。好，从大爷跟两个来宾的例子，我们知道至少年轻人看到跟爷爷奶奶同住，你觉得跟爷爷奶奶同住最大的问题，在你观念当中是生活习惯，还是他们实在太老了，很多观念是跟不上的，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也改不了，请作答。是生活习惯的不一样，还是那个观念实在太老了？对你来讲，哪一个比较严重？13号和14号，你们两位是做媳妇的人吗？好，你们认为是老人家的观念问题吗？13号，我觉得就是那种生活习惯已经累积一辈子了啦。那你说要去改真的很难，尤其我想我们现在住在城市里面哦，这个整个家庭的空间都很小啊，其实你说真的要三代同堂真的是很大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孝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但是要做到真的很难。你在你的经验当中，老人家的哪些观念跟你造成冲突过？譬如说如果我们小孩子有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父母的管教如果不如就是公婆的那样的期望的时候，他们就会惯一个，就是你宠小孩或者是惯小孩。那媳妇通常承受压力的时候，她就会想要，就是透过对小孩子更严厉一点，以来满足这个公婆的那个期望。那当然小孩子就有怨言了。两代叫做代沟，那如果三代的话，基本上是已经是海沟了。刚刚提到的其实啊，酸甜苦辣都有了，只是啊，很惨的是阿公阿嬷的那个甜，通常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宠孙子啊，对不对？带你去吃糖果啊，然后做什么，甚至爸爸妈妈可能要打你的时候，他会挡在中间说啊，还小还不懂事。可是你记得的都是长大以后的事情，长大以后的事情大部分就是冲突了。其实我选这个哈，也是只是其中之一啦，观念也好，生活习惯也好，真的很困扰。然后老人家他不会改变，刚刚讲他坚持他的，那就问题就来了。他对你的服装仪容也有意见，他对你的生活作息也有意见，可是你不能对他有意见，那这一点就很麻烦了。我们家就面临这样的情况啊。刚刚讲的，不管是那个儿子媳妇夹在中间的才可怜啊，你们觉得你们可怜，我们第二代是最可怜的，这是最现实的状况。所以我们再说吧，其实还有很多事情不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如此来看，难道困扰多这个制度来讲的话，反而是带来很多人的折磨吗？12号妈妈，你跟你的女儿在这边，你们家里的居住状况怎么样？她是来就是会住个一个多月这样子，短短的住一下一个多月。对对对。那一个多月你们家庭的生活怎么样？全家戒备吗？就是想，就是本来你会觉得很单纯的事情，但是好像会越变越复杂。他来的这一个月，你心情很快乐还是压力很大？当然是压力大，但是就是会想要尽量去做。那你做得好吗？你觉得他满不满意？我会尽量去做。他会不会挑你毛病？也是会啊。所以你欢不欢迎他来的？就是会想到他们老人家会孤单啊，那就是尽量做。你欢不欢迎他来？欢不欢迎啊，很难说的。好，我们听听女儿你的说法。其实小时候很喜欢跟阿妈一起住。小时候，小时候为什么喜欢？阿妈就好像就是爸爸妈妈上班工作忙，然后把我送去乡下跟阿妈一起住。然后那时候阿妈就好像代替了妈妈的角色，就是照料我三餐，然后醒来就是要看到阿妈，对，就很依赖。那你跟阿妈很亲哦？小时候很亲。你一直在强调小时候，好像后来已经人事全非了样子。也没有，就是长大之后我们搬出来住，然后阿嬷有时候会来家里面住大概一个多月这样子。然后就觉得好烦啊，因为阿嬷
九点就像大爷跟他阿妈一样，九点十点就要上床睡觉，可是我们不可能那么早上床睡觉，然后每次弄到一两点，怕进房间会吵到阿妈，我干脆就直接在客厅就睡了，就睡在那个沙发上，然后这样睡了很多天之后，就会想说阿妈什么时候才要回家，这样我才可以回到床上睡。对，那小时候给你那个亲切的感觉呢，都没了吗？阿嬤还是阿嬤，只是她就是很她现在给你是带来是困扰了是吧？对，就是我在玩像比如说刚吃饱饭，然后回到房间玩电脑，才过没多久，她就拿水果进来，然后我就说啊，那放着呢，我等一下再吃，吃饱饭嘛。过十五分钟，再拿一碗泡面就进来问我说你要不要吃泡面？我说阿嬤，可是我才刚吃饱哎。她说好，那再放着，你等一下要吃再泡。过十五分钟进来。正拿饼干，就说什么什么饿不饿，要吃了吧？然后就说没关系，先放着。这样一整天下来啊，我的桌上，我的电脑桌上全部都是食物。我就说，有时候就觉得好烦哦，怎么会？他想照顾你啊。对对。但你觉得他很烦？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吃饱，我吃饱了，我觉得。那这个烦的时候，会不会你自己会忍不住会对他？声音大一点，或者是对他脸色不好，有没有？有，一开始就是说啊，没关系，就先放着。后来就觉得，哦，阿妈我假爸啦，就是觉得什么，对啊。那他自己有没有很伤心呢？你觉得？他就会有时候我会注意到，他就很失落的，就是走出去，就在那边碎念说，就是只是怕你肚子饿这样子。所以十二号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欢不欢迎他来？欢迎，我就回答比你妈妈好一点。第二个，你觉得你观察到他回来之后，妈妈也许不好讲，他来这一个月，你们家里的气氛怎么样？妈妈会比较紧绷吧，会觉得说阿妈来可能就要特别早起，或者是我们家不能这样睡太晚，对。然后像我出门时间也是，阿妈会念啊，会说啊，那也阿伯等来啊什么的，对，或者是觉得阿妈会觉得说我来玩，那你为什么要一直往外跑？对。所以你是不是希望，也许他不要来？我问一下大爷，你觉得他能够或他们家里人能够去拒绝他来吗？我觉得不可能，不可能，因为阿公阿妈其实也会想孙子。但是因为孙子，可是孙女好像显然不想他，就反而因为孙女可能忙，你知道吗？就是会忽略掉阿公阿妈。那你觉得这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六十五岁以上人改不了了，哎，这时候我就很想就是叫他去看电影或是看什么，看那种祖孙情，你知道吗？因为其实你多看这种东西，你就会多去把握跟想。好，你有没有带阿妈去做一些活动呢？还是觉得只是觉得他在家里很烦？我会陪他看《家和万事兴》。你陪他看连续剧？对。你还会陪他做什么事情？其实很少哎。妈妈通常他们会带阿妈一起来，就是他们来台北的话会带他出去玩这样，然后我就会趁机就是溜走。所以你觉得他小时候跟你来住的时候，你有很多的乐趣跟快乐的回忆。对。那现在他住的一个多月，你觉得没有任何快乐的回忆吗？你们想不出任何快乐的事情？他来的这一个月。他来的这一个月。想得出来吗？给你五十秒钟，大家也想不出来。啊？怎么会如此的勉强呢？妈妈，你觉得？因为小孩子他。就是已经长大了吧？那阿妈她好像在家，无聊太久还怎么样？她来就是好像这妹妹就说她又要来翻箱倒柜了。她会翻箱倒柜吗？她就是会去东看看西看看这样，可能是也好奇还是怎么样？你的隐私她有没有也去翻呢？阿妈都会来翻我房间，就是衣服什么的，然后看到我买很多包包，她就会说啊，有那么多手可以背吗？对。然后就会跟我妈在那边念说什么，起码给奶奶都叫我开钱啊，花钱花很凶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阿妈，这是对啊，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你要去开我的柜子，然后再来讲？没有给她发现不该看到的吧？好像还好，藏得很好，还是她找不到？对，藏得很好。十三号，你呢？你家里的情况呢？你是生活习惯还是观念的跟老人家不合？应该是观念。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于观念，因为外公外婆会觉得说，因为我爸爸妈妈跟外公其实在生活习惯上就早起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的工作是送报纸的，所以他们本来也就是要早起去工作，所以一开始同住的时候是觉得说，这样刚刚好能配合，可是没有想到他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时候睡觉，因为我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因为早上要起床，如果一起床就出去工作会危险，所以他们是属于晚睡早起，然后工作回来补眠的。那我外公外婆就是觉得说，既然你要早起，你就应该要早睡，这样精神会比较好，所以他们反而在睡觉时间上会有一个很大的冲突。而到最后的状况，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不是沟通，他们是做完之后再互 A。就譬如说，外公外婆当着我们孙子的面说：“啊，你们就是晚上看电视才搞得小朋友也喜欢看电视，然后所以因为这样子，大家生活作息才不正常。”然后就开始会讲什么，譬如说十一点前要睡觉对肝比较好，十一点后睡觉对肝比较不好。然后我妈也会在我们面前讲说：“哎呦，没事那么早睡干什么？小孩子也不用那么早起。”就拿我们当借口。那事实上，其实他是想要表达他想要看电视，他没有想要睡觉这个问题。可是到最后就变成说是，我们家状况是我们夹在中间，然后看着两个长辈互A，最后决定就是我会跟我妹使个眼色说，现在是该闪了还是该？因为没有办法讲话，我们是做孙子的，一个是我爸我妈，一个是我外公外婆。他们三代同堂是很早就开始，还是后来才搬过来的？我外公退休的时候，我妈妈那个时候觉得说，因为这样子外公退休了，然后他的应该要尽做女儿的孝道，所以决定要一起住。我还记得我妈来住之前再三跟我们交代说，因为外公外婆比较早起，也比较早睡，那要我们因为在南部乡下是透天独栋，所以就是我们的坐席在二楼，外公外婆坐席在一楼，有警告我们说晚上过九点后进出房门要静悄悄，不可以太大声，这都是在他来之前有讲过的。可是来之后完全不是这样。来之后呢，是那个我们可以凭我妈妈关房门的声音感受到她今天跟我外婆对话的时候怒气有多少。如果稍微这个声音啊，那今天应该没有什么对话了。就做不到的是她。对，做不到的是她。然后我就眼睛睁大大，然后就看她说啊，那这样现在是。而且他们到最后还会变成说是那种原本因为是一起住，而且就是要决定要住一辈子，到照顾我外公外婆终老了。所以其实就是生活作息都是在一起，吃饭也是在一起，什么都在一起。那原先的构想是很美好的，就什么我爸爸妈妈工作忙碌，外公外婆可以煮菜，都是很美好的。可到最后反而变成说是，他们只要一吵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回家会看到一个状况，就是我爸会很为难的看着我们说，书包放了，我们出去吃饭。然后一回头一看，我外婆已经做好晚餐，而且那个分量一看，应该有一家人。那第一次的时候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状况，还会白目的问说：“啊，外婆不是已经煮好饭了吗？”你就会听见楼上二楼传来我妈的声音说：“就叫你出去吃，没听到。”然后所以以后回家都会这样，看到菜、看到饭菜，就会开始看爸爸的脸色。现在是要放书包还是坐下来吃饭？就会变成是这种状况。所以你觉得你妈有想反悔吗？我说真的，在我们家冲突到最后，我们家我爸妈就是搬离那个地方，搬离了，就搬离，而且我们只住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一起住不到一年的时间。三代同堂最后在你家庭不是以喜剧收场，完全不是，而且其实还我觉得我因为我现在年纪比较大了，其实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我会觉得它是接近于一个悲剧收场。所以你觉得三代同堂给你的观念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如果我觉得。在我们家的情况来讲，我会觉得如果当初没有在一起住的话，也许后来的相处就会变比较好。因为自从那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离开，那是我国中快升高中那段时间一年之后，我们将近有十年没有吃过年夜饭，全家在一起吃过年夜饭。三代同堂发生争执，爸妈和长辈已经十年不吃年夜饭，这段亲情有办法挽回吗？那是我国中快升高中那段时间一年之后，我们将近有十年没有吃过年夜饭，全家在一起吃过年夜饭。我妈妈也就将近快要六七年的时间是连去看我外公外婆都不愿意的，她都会问我说：“啊，你这次因为我在北部念书，我们家在南部，说那你这次回来你也要去看外公外婆吗？”我说我会觉得啊，当然要去看啊，静静啊，骑个脚踏车、摩托车五分钟、十分钟，怎么不去？可是我妈就会是那种，哦，你要去哦，啊，晚餐你要在那边吃还是要回家吃？她会介意我到底是要去看外公外婆，还是要留在家里陪爸爸妈妈？
而且这有将近十年以上的时间，到我外公外婆相继去世，其实都没有什么改善，所以他在我们家其实是很悲剧收场的。让请教一号跟十一号，一号，你刚刚听了这些故事，你觉得三代同堂是一件好的事情，还是问题多？问题比较多吧。真的，你有自己有亲身的经验过吗？有啊，就是我阿公他就会来我家住，可是他只住三天。三天你觉得很短啊？三天很短、啊，72小时而已。对啊，因为我跟他相处也没有说很久，因为我都会一直往外跑，因为就看电视也很麻烦，我要看那个综艺节目，然后他又要看民事什么娘家什么父与子，然后我不喜欢看那个，然后所以就没有办法。然后就只好一直跑出去，然后玩到很晚。阿公就回家看，阿公要睡觉啊，好，赶快回家，赶快回家。所以三天你就刻意的避开那个家，就很巧的就避开阿公了。还有哪些事？那三天来你觉得你受不了？除了看电视以外，妈妈可能煮了一桌菜，然后阿公就会只吃几样，就我吃饱了，然后就不吃。然后可是剩那么多，那我也没有说很想吃，因为妈妈就是都煮阿公就是喜欢吃的菜，然后我也不见得就喜欢吃。然后所以剩下都变剩菜，然后阿公就是又回去老家住的时候，然后我们又要吃的那些剩菜，那就很麻烦啊。所以你听到他要来，你心情怎么样？就是又要赶快跟同学出去玩啊，不然就是赶快睡觉，早点睡觉。他听了好伤心啊。跟外公外婆住，对，然后就其实也是蛮习惯，就是跟他们生活习惯就是也类似的吧，就已经。因为他们，所以就已经习惯了。你现在过的是老年人生活啊，所以你觉得三代同堂对你来讲是一件你能够接受而且很习惯的事情？我觉得可以习惯。那他们讲的这些问题是夸大，还是太严重，还是他们自己的不能够适应的问题？有可能自己有问题吧。哦，自己有问题。好，我们就来问问大家的意见是怎么样？三代同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们刚刚听的都是所谓的第三代年轻人的声音。未必准确，您的看法怎么样呢？我看三代同堂，你的答案如果是非常好，请按绿灯；你觉得问题多，请按红色的灯，好吗？你看三代同堂怎么看？请作答。绿灯是代表非常好，红灯是代表问题很多。三代同堂在你眼中是一件好的事情，请按绿灯。究竟是一件好的事情，还是麻烦事？我们的老人家要伤心了，74位是觉得是麻烦事啊。你旁边那位4号同学，你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情，在你的观念里？因为从小就跟爸妈住，就是没有跟阿公阿婆住，就会比较羡慕那些有跟阿公阿婆住的人。你现在还羡慕吗？羡慕。你羡慕哪一些？你羡慕哪一些？或者在你的听到的一些事情上，你觉得阿公跟阿公阿妈住？会带来哪一些你觉得你在生命中现在没有的？因为他们都会跟我们讲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听10遍，你就不会觉得很好。对，就觉得很棒了。他们不至少都讲10遍，一个上午就10遍哦。一个上午哦，一个上午就10遍。不会啦，真的相信我。你简直在破坏三代同堂的形象。我只是举例，我是举例而已。好，我这边问问我们这边的14号妈妈，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这也是问题多吗？我觉得三代同堂哦，在住在一起问题会比较多。是怎样？因为我一些朋友，就像我同年龄的朋友，他们就是说，如果是他们都会公公婆婆来住，他们就兄弟多，就是一个月来住一次，然后。所以我们有办活动，我们有些活动，他们就说不行哎，我公公婆婆要来，我要伺候他们一个月。哎呦，我真希望他们这一个月赶快过去，然后他好跟我们一起参加任何活动啊、饭局这样之类的。然后他们也其实，可是他们表面不敢说啦，说公公婆婆来，当然是在面前，当然是要做一下表面功夫。其实他们打从心里很不希望公公婆婆过来跟他们一起住，这是切身的问题。那我本身也不喜欢跟公公婆婆住着，说实在的。所以说，我现在我的小孩，我也是想说，结了婚之后他们就到外面，我就是到外面住。我觉得这样彼此有个空间，对大家都比较好。那与其这样子说，如果是说住在一起，然后再不欢而散，他搬出去，就像前面那几个有来宾讲的说，在你的观念当中，或你的听闻当中，
没有三代同堂，最后是很幸福、很快乐的吗？都没有这种例子，几乎了，几乎了，几乎没有听过。对，你听到都是坏的。对，都是不欢而散。因为他们都认为，与其要吵架再搬出去，不如一开始就搬出去，这样会比较好，这样会比较亲，然后逢年过节，然后回来聚个餐，这样子会比较亲、所以不逢年过节最好别见面。对，彼此有个空间。好，了解了解了解。黄老师，以前农业社会其实一代之间的差距不大，大家都没念什么书，大家都种田，那生活习惯观念都差不多。那我们现在跟父母的差距是非常大，因为我们读了很多书，然后我们在外面生活，那个快速的社会变化的社会，科技又那么多进步，然后他们搞不清楚。我爸爸妈妈是连电视遥控器都不会用了，因为太多钮了，他常常按不见了，他说电视坏掉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按到那个不该按的键哦，跑到什么影音去，他就电视派去啊。那以前我们没有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必须开车回去家里帮他按一下，说好了。那现在住在一起，最起码不用那么麻烦了、简单的说，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学习啦。我们目前还不能改变的，就是我们要面对奉养父母。我讲的是我们这一代哦，各位年轻的，你们可能不会啦。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代已经在思考了，我们要住养老院。免得麻烦你们啊，不要麻烦你们，因为你们根本连阿公阿嬷都不能接受，还将来接受我们，他们说阿姐老不老样啊，麻烦的，所以我们自己认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讲给上一代，其实讲给我们这一代，对对对对，讲给自己听，讲给自己听，自己最好知趣一点。我们要了解。以我的观点看哈，大家现在会觉得说很烦，或者是跟阿公阿嬷住是不习惯的。可是哦，我在实际上的观察哈，只要跟阿公阿嬷住，他们真的会比较体贴，真的会比较体贴，因为他们。体贴一点啊，因为他们自我没有这么多了，没有那么大了。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看电视，我想要吃什么？他们会缩小一点点，然后去配合阿公阿嬷。那其实因为我们都是在团体生活，其实因为我们的自我真的太大，你会真的会比较难跟人家相处。所以其实，在跟阿公阿嬷相处当中，其实我们真的学到很多。我呢，一边是娘家，那一边是婆家。可是婆家问题真的很大，每次呢听到电话声，哦，因为我婆婆是出家人嘛，那我都要说师父，对对，我不能叫妈妈，我就师父你要过来。好，三天前他就已经预告说他要上台北来了，那我当然就马上告知大大小小，告诉你们好消息，我们的师父，你们的师公呢要上来了。哈，他住多久啊？说我不知道，那我们家又开始吃素吗？没错，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哇，妈，拜托好不好？那这样子好了，你让我去同学家住几天，他住几，阿妈住几天，我们就住几天。我说为什么这样？那你们丢妈妈一个人吗？那是你婆婆，你自己去伺候就好了。他会这样讲。然后呢，我说怎么可以？你是我的孩子，你要孝顺我，好，在家陪我吧。有难你自己当吧。没有关系，我说我要打篮球干什么的？结果他，我四个小孩一个一个安排他们自己生活，好回家洗个澡，就一个一个出去了。然后真的呢，到第三天我婆婆上来的时候呢，就说：“啊，那拢无看到囡仔。”我说：“哦，伊读书阿未转来，阿妈去拍球诶。”结果他就一直等。好，那他睡觉之前他还要诵经嘛？诵经诵到差不多40分钟之后，他说。啊，如果一点嘛，我阿未回来，你妈妈是安怎做的？我说，啊，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生活，不是吗？管不了。他说，未使安尼，你做妈妈未使安尼教囝。我应该安那教囝哦。我若讲一句话，即摆去困，因就去困，未使出就未使出。我说，哦，是。结果呢，他继续等，其实他也想睡了，他手上还拿着佛珠，边念边打瞌睡。我说，师父，你要不要先回去休息，先到房间休息？啊，囡仔未回来。结果我说好，他们回来我会告诉你。结果等到小朋友又回来啦，打完球真的回来，他会再洗个澡，然后呢就说啊，我要出去了，你先把零钱给我好不好？我明天的生活费先给我，很小声的。我说大声讲，不行，我大声就吵到施工了啦。好，结果呢最小的那个才高一，那个比较倒霉，那个就真的不能出去。结果他说那我也要出去，你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去公园坐好了啦。我说不可以，不可以，你在家睡觉好了。可是呢，问题是到了隔天清晨呢，我婆婆都4、5点就起来开始要诵经了。那问题是我也养成了习惯，我都是睡到10点、11点才起床的人。
那我听到叩叩叩的时候，我就说开始，我就手一推我先说，麻起来了呢，那你就去啊，弄早餐啊。那我到底要弄什么？好，他说弄素啊，素好，那我去准备好了。结果准备好了，我就弄个馒头嘛。好，馒头他吃一次，他说没有豆浆。我说哦好，那我去买。问题是台北那个有时候早餐店没那么早开，好，那我说师傅可不可以喝开水就好了？可是这时候我心里想说，哦好啦，那就青菜啦。结果吃完之后他说，啊小朋友怎么都没有人出来吃东西？好，我说啊没回来没回来啊，在睡了还在睡了。他就开始一直念，我就说麻好啦，什么麻？哦对不起师傅。我说我会告诉他们，请他们晚上早一点回来。好，那这中间我记得是还有一次哈，他突然间上来没有通知的时候，那一天全家都被抓到了。对，我们全家好开心，我们吃蛤蜊，我们炒了4-5斤哈，好开心，好开心，一直吃一直吃。突然间接到电话说，我告诉你，我已经到你们那个快到你们家附近了。我说啊，那怎么办？结果我先。赶快把桌上蛤蜊收一收啊，那肉啊鱼赶快收掉，然后把香点起来，对，对，就开始了。结果我虽说垃圾没有打包好，可是他进门那一刹那，他闻到那个蛤蜊的味道，荤食的东西，他就开始。零食北上调查，全家连忙收拾正在享用的美食，他们有办法逃过婆婆的法眼吗？在进门那一刹那，他闻到那个蛤蜊的味道，荤食的东西，他就开始眼睛这边看那边看的。那我就开始立正站好，用很庄严的态度呢站在我婆婆的面前。师傅您吃饱了吗？气饱了。我说为什么？你刚刚煮什么？没有啊。我们都吃过了，碗也洗起来了。然后他开始去那个厨房翻垃圾，他就看到了。我那时候很紧张，他就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家造多少孽？那有多少生命？”他说：“一颗蛤蜊里就有好多条生命在里面。”我说：“是，好，我下次不会吃。还有下次吗？”我说：“我真的啦，我说小朋友爱吃，然后我就说你儿子也爱吃。”他说：“你当然老婆不能这样子。”要多吃素，好，我们要诚心的修佛。所以不算你的经验就是也只能忍受，承受这个之重，但是基本上没办法去改变。我们刚刚听他们坏话已经骂完了，我们现在该逼他们讲一点自我检讨的话，对不对？你们对于这些所谓三代同堂制度的批判者啊，这些不实践者，然后你这些享福而且自私的人，开始检讨一下吧，大爷开始。你们有没有想到自己在三代同堂之下，你们觉得有没有承受的一些学到的东西？三代同堂之下，父母亲、阿公阿嬷给你们教导的东西，或者你自己看到了一些享受到的东西，但是你现在完全的忘了。我觉得会学到阿公阿嬷的比较任劳任怨，就可能我们很晚回家好了，然后阿嬷也是会心疼你，她不管几点，她就是会起来帮你热饭菜，所以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连我爸妈也做不到，我爸妈说你要吃你就自己去弄啊，不然就不要吃，就这样子。我们家有花园，所以他会自己种菜，所以我就会学到说，他如果可以自给自足，他的话他就是不会去要求别人要给他多的生活费，他觉得他可以种自己的菜，吃自己的菜，他觉得他不要麻烦到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其实我学到最多就是怎么在两个集权的体制下求生存，然后顺便让两个集权都感到很开心。就像年夜饭那个问题，因为我们家的状况，我爸妈工作比较特别，你也知道报纸大家每天都有在看，当你们有看到报纸就是他们要工作的时候，所以他们唯一放假的时候是你们这一年看不到报纸的那5天，所以对我爸妈而言，他们就是你会利用这5天做难得那种2天1夜，因为以前都不行嘛，因为隔天凌晨还是要去送报纸。那在自从我妈跟我外公外婆大翻脸之后，他就很开心的，就是每一年过年都会去规划今年过年要做什么。那除夕送完最后一天报纸之后，就会想要说，那就除夕晚上可能下午就出发，可能到台北、到台东之类的。那相同的，我外公外婆会这样，因为学生放假一定是过年前，
然后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哀怨的问说：“啊，那今年过年你们有没有要一起吃？”虽然他们心，我相信我外公外婆心里都很明白，这答案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也不想跟他们讲说：“啊，没有啊，我们要去台东玩啊，台中玩没有。”那可是如果跟我爸妈这样讲说：“啊，我们不要去，我们玩一天去，然后跟外公外婆吃年夜饭。”那他们又会开始讲，我一年工作就这么几天休息，你就不能陪我，一定要陪你外公外婆，就开始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后来就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方法，就是我跟我爸妈讲，哦，不行哦，那个放寒假暑假没那么早回家，那个学校有作业要做，就我们学校的老师突然变得喜欢团体作业，然后我们同学突然变得认真向学，然后社团突然变得多彩多姿，我所有的活动都要在除夕当天结束。嗯，然后我除夕可能因为当天才结束，然后回到南部的时间又是下午傍晚六七点，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啊，不行啊，这样回来太累了，一回来叫我往北部跑，这样不行。然后我爸妈就说，哦，那好吧。然后他们就会说，啊，那你既然六七点才回来，那我们就先吃晚餐了。我说，好好，你们先吃。可是我可能车票是买，我可能下午三四点就抵达南部，哦，我要先去我外公外婆家。然后我跟外公讲说，啊，我三四点回来，啊，爸爸妈妈可能在睡觉，因为刚工作完才在休息，所以年夜饭就我陪你们吃。所以就变成说是他们会觉得说一切合情合理，两边都很开心，然后是我要学会在两个集权体制下求生存。啊，对我而言就会觉得像其实到后来社会上工作之后，常常在职场上会碰到甲老板跟你讲 A 制度，乙老板讲 B 制度，然后 AB 制度互相对立。有很多朋友或者是学弟学妹会觉得在这个体制下不能生存，我就会觉得哦不会啊，很简单，相当简单，非常好生存，你只要两个老板就开心就好了。所以从这个生活中学以致用，变成一个很懂得生存跟协调的人。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双方都开心，大家都开心，这个世界就美好跟和平。嗯，如果你让两个制度互相王建王，虽然他们明明知道彼此不合，但王建王冲突之后，就是你也不会高兴到哪里去。所以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年，开开心心就好，这是我学会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学的豁达了啊！十二号你呢？学会珍惜跟把握，还有感受亲情。因为其实每次阿妈回家之后，我都会觉得自己罪孽很深重。就是觉得怎么没有待在家里好好陪他，怎么没有好好利用他上来玩的这段时间，然后让他感觉到说，哎，我也在，对，就会觉得，因为阿嬷每次要回去之前，他都会跟我说，我要回家了啦，那你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回房间睡觉了，那你就不会再觉得，因为他会觉得他给我带来困扰，其实他自己有这样感受到。然后我就会觉得阿妈没有关系，你再多住几天啦。其实心里面想说啊，终于可以回去回房间睡觉。但是可是他回去了，我就会觉得说，那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就是忍一点？我如果不要那么常往外跑，他可能会感觉哎，至少来这个家还有孙子啊，然后大家这样陪伴很热闹这样子。听了你们现在的话，对照你们节目前半段的话，我们到底该相信你们的哪一面啊？到底是真是假？其实后悔的部分也是很多，就包括像阿公阿嬷，其实就是年纪大很容易生病，所以阿公阿嬷哎挺爱供，我请你供哈，就是因为我阿公阿嬷都会很，就是他们会很怕麻烦我们，所以他们会忍着他们病痛，所以其实忍更久会变得更严重。像我阿嬷那时候就是因为糖尿病，所以住院，可能就是因为他一直都是憋着，就是都没有讲这样子。阿嬷也有病危通知，而且不止一次，可能已经四五六次、七八九次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那时候是我妈妈打来给我说阿嬷又发病危通知，然后我就觉得，可是都已经七八次、八九次，所以你可能就觉得啊，这次阿嬷应该也熬得过，所以那时候我就先去工作了。后来工作完结束之后，我们公司人就跟我们说我妈阿嬷走了，这样走了。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后悔说，说应该把握每一次有可能见面的机会，因为我觉得有可能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因为毕竟阿公阿嬷就是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多珍惜一些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多为阿公阿嬷多做一些的话，我觉得其实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然后对阿公阿嬷来讲，就算他们离开了，他们也会有很好的回忆这样。
我会好好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时间。所以我们观众请注意他们节目的后半段谈话就好了，前面都剪掉没关系。抱怨归抱怨，他们还是一群孝顺的儿女啊、哦。三代同堂，基本上看你的生活如何安排。不过最重要的真是同理心跟角色的确认。祝福您，再会。